把for回圈改写成 while 回圈，大概会有三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说哈，那个 while 回圈它没有初始词，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再加个初始词。OK 哈，然后呢 while 回圈的话呢哈，它这个后面接的是一个条件，而不是接一个什么 range， 不是接清单哦。OK， 跟 for 回圈不一样。第三个呢 ，for 回圈本身哈，它会自己内建一个 step， 比如说 step 一、step 二，有没有？你们逗点后面预设是加一嘛？那在while回圈里面没有这个东西，所以变成你要自己写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今天呢要把刚刚讲的那个1加到99做改写的话，改成哦，比如说我今天要把那个像刚刚1加到99这个 for 回圈的部分哦，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就是用那个while回圈来写的话，那我把这个 copy 一下，我贴到这边啦，贴上哦。贴到 SRC 上，然后把它改成，就这个，我假设啦，我要改成用那个 while 回圈来改写的话，那大概呢，就是我刚刚讲那三个地方要注意哦。OK， 那我改给各位看一下。那同样的道理哦，我们刚刚写的 for 回圈全部都可以改成 while 回圈，方法都一模一样。我来改给各位看，第一个哦 ，while 回圈这个打开来，那首先的话呢，1加到99哦，我马上恢复啊，我这个不要用 break。OK， 把它用这边1到100 OK， 那首先第一个哦，就是那个while回圈呢 ，i 没有初始值，所以这边变成你要 i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一，这个你要自己帮它加。也就是说，本来在 for 回圈这边有初始值，这个在 while 回圈没有，所以自己要改一下。第二个地方的话呢，就是哈，我先把那个 for 回圈注解好了。画回圈自己打呀，画后面的话呢，那你就要给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当什么条件为 true 的时候呢，才去加下面东西。当那个 i 的值怎么样？应该是小于多少？它第一个一嘛，啊，如果再加一二，所以它应该是小于多少？小于100。当它99要加，所以冒号。那后面的话记得哦，还有第三个，所以第一个初始值。第二个条件加在这里，第三个就是当它加完之后，你要把那个 i 的值怎么样，把它加一，因为它没有自动累加功能，所以 i 等于 i 加一。或者是哦，如果你写成 Java 的那种写法的话哈，你可以写 i 加等于一，加等于一这样可以，两种方法都可以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写完之后呢，执行结果应该也会是一模一样的，执行。OK，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就是，4950，那没问题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会需要哦把刚刚，所以你会发现啊，它有点像哦，就是 i 的值的初始值哦，它的初始值特别重要，所以这个把 i， 所以把 i 这个 for 回圈的部分哦，等于有点像一分为三呢，那步进这个地方哦写在这里，那条件就写这里，所以三个地方哦，那同样的方法哦。99乘法表可不可以改？可以，改的方法哦，特别注意哦。如果当然这边有两个回圈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先改其一。那比如说我先改什么？改锥的部分，所以哈、哦，可以把锥什么初始值等于一，写在那个回圈的上方。二的话呢，把这个地方哦，我先注脚，我不要删掉了哈、哦。注脚让 Ctrl 加斜线，那这边写了一个 while 哦，所以第二个 while 什么呢？当这个锥的值要小于多少？小于10嘛 ，OK 哈，那做底下的事情，好冒号，然后记得呢，在这个 print 之后呢，就什么 j 等于 j 加或 j 加等于一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这样跑出来结果 不OK 呢？我们来试一下，你会发现啊，结果一模一样。啊，再来就改什么？改 j， 改 j 改完就改 i， 那 i 的改法一样，一在上面把 i 等于一，然后把这一行怎么样？把它注解一下然后改一下吧，改成那个 while， 当 i 小于10的时候，那做底下的事情，那记得在 print 的下面这个再加什么 ，i 加等于一，这样 OK 哈，把它执行啊。当然你如果 OK 的话，这个 for 回圈就可以把它删掉了。所以这样子改完之后的话，基本上也可以跑出一样的结果来。OK， 好、哦，那当然呢，我自己是比较习惯用 for 回圈来写回圈比较多。可是我发现呢，身边其他
的朋友啊，或者是其他有些人比较喜欢用坏回圈哦，他甚至把所有的 for 回圈都把它改成坏回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但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的习惯问题吧，因为他觉得坏回圈好像比较好理解，但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这样认为啦。所以呢，用哪一种回圈来写会比较恰当哦？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对你们自己啊，可以去衡量一下。如果你觉得哎这种写法好像你比较可以理解，那也许你将来用坏没有问题。只是说啊，以这个来看，我觉得好像写坏回圈应该是比较精简吧，应该把它改成坏哦。哇，感觉一看就觉得真的很不好，因为发现啊，它变成说把初始值跟步进值通通要把它分开，然后这边又加一个什么逻辑条件，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其他的话呢，哈，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啊。那其他如果有写到像那个星号输出的部分呢、啊，也可以改成坏回圈，绝对也没有问题。啊，只是说呢，我想大家我就改一个两个范例哈、啊，说明一下。那也就是透过了解 for 回圈，再了解坏，应该你会比较能够这个哈、啊、快一点的去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回圈的差异。OK， 那将来如果用的时候啊，大部分啊，如果是比较适合用坏回圈啊，通常是没有初始值、没有步进值的那个部分，也许你就用坏回圈。然后后面其实我们有一些范例，像小游戏。会用到坏回圈，就是让人家一直猜，哎，比如说我让他猜数字游戏，那猜到对为止的话，那你就用坏回圈。那如果只能够猜个三次就停下来，那你就要 for 回圈。啊，所以呢，那个你要看实际上的用途啦。啊，比如说你有次数限制的话，哦、啊，因为清单嘛，几次一二三几次，哎，到了就停了，那就用 for 回圈。啊，如果说呢，你没有次数限制，当然哦，就用坏回圈完成。啊，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哈、哦。